美其名曰反蹲嘛，蹭一下蹭一下。你看我有上来打一道想勾引出来吗？但是只要不上头上当呀，对，打不了，而且两件线拳埋伏，哎，埋伏躲一个 Q， 哎，这波想打，但是被 Q 刮到了，现在奉承的被动挂上了，就从这个位置追着被一顿打，想回头可能要出事了呀。这边直接大招挂上了，人马交大躲开，但是沙皇进场的一瞬间没有闪现的小童感觉很难操作了，被力量六到死，而且大招直接推回来的推拉，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危险，闪现过来后直接挂大招，高子可能要先倒了， Q 技能直接收下人头，车厘子帮助队伍完成了一波人头上的交换，弗兰朵这边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办法，闪现再拉开，陈江哥这边好歹也是存活了下来，哎，看一下下路这波想回直接被打断，反身出勾没勾到，哇，脚踩一技能摆的还不错，但色体一技能捏出来、把他捏死了，大招再爆一个 ，3MD 这边可能也没办法完成一个互换呀。是红白刀这边卡一下视野后再拉回来 ，Viper 这边是还敢下，也不错。哎，这个位置蛮危险的，要被勾了，不要他一勾勾中了，给灯笼、没转过来，发条这个位置没跟上，但是人马在前头非常危险，一刷断了流沙印，卡在这个位置 ，Scout 再刀。Team 在经历过上次的一波上头以后，又帮助队伍建立起了一定优势，比一双人拉到 Q 技能还没刷断，看一下跟上去以后征服者再出 Q 技能好像是断掉了、断掉了，因为他 Q 了一下，哪有反身再过来打，但手里大招还没有好呀，可中可下的情况下是哪一线去帮哪一线，哎呦流沙印上墙，这个位置人马大招的距离够吗？直接过来小鹿那时候刚好是从河道出来，他有一个水上行走的一个加速，是很快。哎，这边要打，被这个位置有点深入，看一下怎么。哦哟，一技能直接摆空了，会抱过来一个对方的辅助以后，叶兰要再睡到对方辅眼、双方上单都有踢，纳尔的怒气非常不错。如果这一波踢下来打的话，纳尔是有一战之地的。知道同时量大的一勾勾出来两个闪现，发条一个拉拉的非常差 ，Miko 在前面顶了大量的伤害，而且弗兰朵进场以后控制了对方四个人。哦哟，再一下拍墙拍中了双人路以后，在 B 这个位置向后撤退，但 T 已经走不掉了，在正面场上，刀妹虽然大掉了 Scout， 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在分割成两边的战场，两边互相收割对方进场的人，最终 EDG 是略胜一筹，而且 Miko 再 Q 技能加上速度以后 ，W 规避一点点的伤害，杰杰还在追，大招过去后没有收割掉人头，被动是烫掉了人马。3MD 手里没有大招啊，有闪现没有上路这边抓到了刀妹，卡他直接飞，刀妹这个位置没有闪现的，是现在 TT 只剩下孤零零的中塔的情况下，确实有点想守住的压力也很大，是看一下上波团吧、是这边其实丁贤是比较拼的，先来看一下侧翼推了是被对方的双 C 集火秒掉，然后圣枪哥主要圣枪哥单人进场直接秒掉了对方后排中的锤石，是下路又切过来，四月一的情况下直接把沙皇切掉了，叶兰瑶是睡中以后还是被被动烫死，而且还有小冯被卡在了塔下，一技能加几步想跑，但是被进来的卡莎收掉人头，其实 TT 这个阵容应该是几个大前排冲进去要把这个卡莎秒掉，但现在问题就是卡莎要追过来把他杀了，对的，先看一下这波下路对于没变成大啊，变了大的，但是瞬间被秒掉了。是，而且三米这个闪现好像交的有点瑕疵啊，他是交到了必死的位置。对，他闪过去被推了回来。面具配合叶兰瑶是，哎呦，又倒一个刀妹啊。叹为观止，随时可以进场，沙皇往前的闪现，哎呦，下了波半，这波把但是还想再次看一下过来以后 ，Miko 这边还有区域轰拳的，能顶很长时间。艾卡西亚的暴雨先杀一套 ，W 飞上去以后，哎呦 ，Q 技能没有刮中，因为他只要把墙就把球往那一放，哎，完了，飞了又飞了，车厘子这个位置直接交闪，马甲锤石去探视野，只要锤石站好灯笼位以后就可以。是的，就视野的压力可能没那么大 ，Miko 这边过来爆。反身的话，一技能没有选择，一先出，所以的话是要打一个莉莉亚，莉亚交一个金身拖延住了哇！但这边伤害啊 ，EDG 打的也是比较足。而且那儿来了以后，女刀的大招空了，车厘子直接把女刀撞在了墙上，塞进墙缝里秒掉。而人马这边还想找进场的机会 ，Scout 第一时间倒掉，但是杰杰已经完成了对方打野的收割以后，闪现过来后吃到钩子，但是伤害不太够啊。Viper 收到双杀，远处一发 W 飞过来，虽然没有命中，但是那儿已经收下人头。TT 在自己大龙坑上的鲁莽角色再次付出代价 ，EDG 拿下大龙，觉得是个机会可以试一试。人多打人少，是第一时间看只有 Miko 一个人在河道被包住了。对，但是。起火色体是一件风险比较大的事情，是主要是他还能利用你的一个前排做一段位移，反身是 Miko 这个轰拳，姐姐一个 W 躲掉了女刀的大招，是然后 Scout 拍马塞进墙缝里，是拍马赶到，那自己因为吃了一个轻微引灵，包括人马也盯着他，自己也是倒下，然后当 TT 把所有的技能都用来击杀一个沙皇的时候，好狠，对自己阵容的伤害打稳打是很容易一下降。
三外塔全部高过，这个卡莎在推想找机会，推拉的大招再次扔空，外边这边跟小鹏选择单挑，闪现过来后 QW 伤害够了，一千块钱直接拿到手，色体过来后直接 boss 小鹏，药水都喝起来，有钱，看一下这波怎么飞的 ，W 给到 E 小发条。小发条这个大还坑了，是。而后续人马 W 开起来，征服者一触发，跟卡莎打起来就没有那么值了。是，如果发条发育，合理，可以。来这边直接要开，开了一个加速往前冲，这边第一目标是杰杰，但杰杰有金身。人马这边一个大招冲进去以后 ，Miko 先倒，但人马这边过来，沙皇推起来往反方向推，那儿才刚刚来到正面战场，看一下车厘子进去后，可选再拉以后，鼻双人拉到自己闪现拉出正面战场，大家可能要一换零以后让 TT 打赢了，危险，算了，还是拉断了。怕对方抢龙呀，这波干开了又要给进，这边是尝试性的开，这个怒气很危险，看看色弟直接爆进了三个人，减速以后卡他直接被秒掉，三 D 的同时也秒掉了锤石，秒秒再次交出来，沙皇进场以后大招虽然拉的不错的发条没有伤害，卡莎把伤害拉满，只剩推拉一击一波，突然的发难可能要完成一波了。是，当双方在大龙区隔岸相望的情况下，上 EDG 逮到了这个机会，这边团战一波零换四啊，而且后续两个兄弟还在驱赶对方的一个中单，没有人防守的一个水晶珠宝的门牙卡相继被 EDG 给推倒。那我们要恭喜 ED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这个状态跟这个气势，看起来今天奔的就是完胜，豪取五连胜。